王者史上最正义的封号，活该，应该给他封100年。到底是什么事情让玩家们集体在评论区发出这样的言论？某天贴吧上有一位小伙委屈的哭诉，自己玩了3年的王者账号居然被官方直接封了10年，原因是账号存在不良的游戏行为。可小伙表示自己在这半个月里根本就没玩到游戏，凭什么要封我号？他的遭遇让许多玩家表示同情，也有一些好心的网友替他打抱不平，觉得官方太过分，于是众人想方设法想帮助他解封账号。就在大家看到他的 ID 后，却瞬间愤怒了。就在众人都替小伙感到可惜时，一位网友晒出了他的 ID 狗是东方国中，害怕被官方发现，甚至利用倒装句的空子来侮辱中国人，这种行为简直不能够容忍。网友们更是用上非常优美的语言对他进行了一番教育，也表示王者官方太正义了。面对玩家们的支持，官方也毫不吝啬地放出了许多新皮肤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